哇，这边是要把车子弄很高才行吗？一直刮到。你是车壳啦。哦。前面的车壳。好打。所以他那个是慢车，就跑里面就对了。OK。车子前面一点的点，前面一点点，不要盯着车。你把你的眼光放在车子前面一点点。我现在都在盯着他看。对，你把它放前面一点点，你就会安全一点。哇，有个大车在我后面。那台好像还是直升机的，只是装了怪怪壳。哦。哎喂喂！我在看地上那个黑色的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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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进来就好了，那边根本不会动。是我看，没有看清楚。这边是进来就好了，对对对。我就很怕撞到那个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这边跑道很宽的，你不用怕。下次应该亲自下去走一圈。感觉一下，这边有点冲太快。打进去，不用怕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你可以走外面一点，闪掉反光的那个透明孔吧。哦，眼睛好了。清楚。怕那个凸出来的东西。看起来像。我跑一条安全的线给你，你先照这个跑。好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它看起来像凤梨酥。有倒车吗？有有，它有倒车。我站在后面了。这边过来一点，你闪掉，你就可以看到车了。OK。这边不用刹，是哦，都有打下去就好。都打进去，然后推一下，推一下，然后你就会跑到外面来，你就不会被反光干扰。哦。不然你刚刚一直被反光干扰。我眼睛在跳眼泪，好辣啊！